请不要离座，保持轻松，并听从指示。 发射倒数，最后20秒，我会照顾大家，请你在旅程中留在座位上，爱护公务，并留意广播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发射。 有趣的吧？太空舱飞行总会带点危险，但太空船有抵抗重力和辐射的特别设计，我们快抵达太阳系里最亮的星系——太阳哦！太阳啊，大到可以吞噬130万个地球哦！它主要是由氢气组成。 哇，光球层上的美丽组织是热对流所形成，而磁场阻止气体上冲，就形成了太阳黑子，因圆红色的浮起物叫做闪电。危险，快走！紧急开动超级加速器。
它被厚厚的冰层包裹着。不唯一 IO 的火山喷出物被木星磁层的带电粒子撞击，产生了壮观的电浆圈和光环。大家看，这个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是由木卫四卡利斯多造成的，重力磁场急速增加，开动所有推动器离开。风景很美吧？欧罗巴是太阳系最光滑的星体。警告！表层由冰和岩石组成，山脊和星云上的裂缝是潮汐力所造成的。达20G，仍迅速增强。咦，我们正被吸往宇宙的什么地方？我们在哪儿呢？脉冲星定位进行中，电脑正在搜索脉冲星，向这些宇宙导航灯问路。一颗类木行星的卫星，这行星正环绕一颗红巨星。原来我们已经跨越了银河，来到外太空一颗很像欧罗巴的卫星上，正跑着，哈哈，不可能。欢迎来自地球的朋友，我是基地的指挥官。隔壁附近的红巨星即将爆发出潮汐力，我们正密切监视它的变化并准备撤退。我们会开放你们的太空船，并将有关数据和导航信号下载至你们的星空。你们怎么成为的？其实恒星也会经历生老病死，核心的氢元素耗尽后会进入红巨星阶段。如果最后产生铁元素，就会爆炸变成超新星，发出比10亿个太阳更亮的光芒，死得轰轰烈烈。轰！再轰！再轰！去！外星人可以下载外星人，需要外星人。警告！撤离倒数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。哇，真是幸运，才看过恒星死亡，又有幸看到恒星的诞生。历经数千万年，引力使气团不断收缩而发热发光，成为原恒星，直到核反应稳定进行，就正式成为恒星了。恒星鸟虎云团分为暗黑、反射或自己发光等几种星云，目前位置在银河系银团下方，距离地看见家乡了。我们的银河正是漩涡，而太阳系就位于其中一条主旋臂，离银河中心约30000光年。警告，前方有非常强大引力。咦，等一下，这种状况是黑洞。别怕，这太空船有特别保护，黑洞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残骸。哇黑洞将质量集中于一处，体积为零，而密度无限大的地方称为奇异点。从某段距离到奇异点，一切事物包括光线均无法逃出。重力抛射可以加速太空船，让我们试试看离开这里。脉冲星定位进行中，新位置火星。我是火星太空站的指挥官，2万年前派你们失去联络，幸好我们在一个虫洞交通网内找到你们。我们现在要引领航天网前往虫洞停靠，请留意地方。请注意，我们发现船舱外附有外星生物，为保护这里生态，我们会进行净化工作。净化程序即将进行。净化程序。
旅程蛮有趣的吧？